另外再来看杭州亚运的好消息，台湾代表队空手道女子50公斤级好手谷晓霜，在这届的杭州亚运最终日压轴登场。那前两轮分别是撂倒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泰国对手之后，谷晓霜在四强进的战呢，碰头乌兹别克的劲敌伊斯马季拉耶娃，那谷晓霜是火力全开，以8-2大胜，顺利的挺进了金牌战。